他好像真的很珍惜现在这个家。那我现在的做法对齐思乐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行了，把你手机给我。凭什么？这个是给孩子们买的定位手表，在你手机上装上软件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定位。记得给轩轩和晨晨带一下。手机。哦。就下了，应该一会儿就装好了。那个是……哦，今天推介会，不一起去吗？去。那就赶紧把衣服换了，一会儿下楼试鞋。茂林集团推介会将于十分钟后开始。这么了解我的尺寸？走吧。还挺细心。啊。开始了吗？不是你说随时随地都要保持状态。现在我是在配合你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齐思乐，你怎么又和浩宇在一起啊？他是来参加推介会的，我们赶时间。话还没说完呢。齐思乐，你凭什么在这儿？没想到你这么死缠烂打，先是讨好晨晨，又去浩宇家讨好爷爷。浩宇都跟你解约了，你还恬不知耻来推介会？我刚才不是说过，他……我是推介会的策划人，也是宋浩宇的妻子。你说我凭什么？什么？老公。吸过了，我这叫专业。专业，对，专业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茂林这一次的招商推介会。首先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太太，齐思乐。她同样也是这次推介会的策划人，我和茂林都非常感谢。茂林在业界的口碑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我听说有人说茂林老，有人说茂林的辉煌是属于昨天的。作为茂林的掌舵人，我要为他开拓一条新的航线。所以今天